三星期前的第一天，我们被抓进替代役训练，一片混乱的报道，领装备，不知不觉就过了好多天。3000公尺大约也举步维艰，基本教练体格脚步完全没对，餐厅上课大家通通睡成一片，吃饭洗澡睡觉马龙总转播最会，也别有一番风味。谢谢你，因为有你，我才能坚强的大步走向前。弟兄情，就算分离，也绝对永远永远不会忘却。完全掐不出脚的文章棉被，总是整理不完的内乌龟，队长们和雪人接纳机外的脸，过了今天就要和我们说再见。所以想对你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，我才能坚强的大步走向前。弟兄情，就算分离，也绝对永远永远不会忘却。谢谢你，因为有你，我才能勇敢的大步走向前。弟兄情，就算分离，也绝对永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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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都不会忘却。